欢迎回到暴雨实况的第二十期。哎，欢迎回到暴雨实况的第二十期。那我们上一期的记得我们是刚刚到了一个非常看不明白的一个地方啊，还是在影视界里还没有出来。这一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上下是映射的呢？而且这些红管子，这些小人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边告诉我们上面是出口吗？这不是出口吗？如果是这种感觉的话，而且这个音乐怎么这么烦啊？我们通过下边可以看到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难道还是说的，哎，这边有个阀门，先拧一下吧。Turn， 然后呢 ，Rotate。这边怎么颜色也不一样了？这难道是把我们撞过来了吗？那么有很多之前不能走的路，现在可以走了，对吧？可是你先告诉我是从哪儿来的好吗？而且这他，哇，这美丽的景象。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给我一点指示，还是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看看啊。哦，这边也是通的，可以过来。这个难道转的话，我们又回到红房间了吗？哎，底下有两个人，可是他们过不来，害怕吧？哈哈哈。好的，他们过不来，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在召唤着我。这是什么 ？Use。哦，笼子？难道是说要我们把敌人圈到笼子里吗？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什么开关？哦，灯亮了。什么？哦，敌人已经过到笼子里去了，快快快，把他们圈起来。 Hurry up， 去死吧。怎么没有圈住吗？出来了。这时候把这个笼子放下去。Yes。 好的，抓住一个。左边那个还没有抓住啊，再来。呵呵，这可比打怪有意思多了。嘿，好的，把这个圈起来。哈，好了，两只瓮中鳖。哎，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新的控制台吗？这是干啥的？哦，这难道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吗？难道是下边的吗？好的，他们两个现在都已经受我控制了。那么现在我只要转回去，应该就没事了。我们转过去看一看，来转。这个它要设计应该是反着转的。哦，转过来了。哇哦，我们看两个敌人现在在小洞里边啊，很可怜，想打我打不到。我，你们不要出来，我只是说说而已。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控制台可以用了。哎，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不对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刚才开那个门是不是在对面的？这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哇，这个转来转去，这个也算是小谜题吧。转过来了。好的，我们转过来了。然后我们刚才打开的那扇新的大门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一看，是在这边吗？哦，不是在这边吗？什么？到底是在哪里开的门啊？喂，你面对我这样的路痴，你就不能稍微多解释一下吗？难道是这头？什么地方新的？哦，好像是这个门。这个门里边有扇叶，上面写了个 exit。然后呢，我要是碰一下那个扇叶会怎么样呢？这也可以踩，而且这个图案，哦，给个 saving， 太好了，不怕作死了。他们会停下来吗？好的，我懂了。好的，还要转。好的，他们这两个都停了。这两个停的话，我们走最那边，这边。好的，好的，这边有个急救包，可惜我没有被劈到啊。哎，我还以为掉下去呢，这样就过来了，就没事了吧？而且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现在可只能扭这个了呀，那个门也走不了，扭吧。会发生什么呢？哎，我们是被转过来了。哎，那么就可以出去了。哎，过关了吗？可以回到表示界了吗？哎，这边
我为什么要走这种黑的地方呢？啊啊！怎么掉下来了？这又可以上去？哎，卡了。哦，什么鬼？走去看一看，这里可以有个灯，这灯可以有，哎，可以玩的。哦，他们怕光是吗？照一照。可是把他们，是我照到哪儿，他们就往哪儿。哎，回来。看我照一照你，你怕不怕？看看我这么照，他就往那边走。把他们赶走，赶到哪儿去呢？好的，挤进去一个，再往中间走走，再往中间走走。好的，这个已经挤过去了。哦，这边还有一个。不行，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把它挤过去。去吧，这叫什么见光死？去吧，乖乖乖，就这儿。不对，它这个物体是怎么判定的呢？我的光如果从上面照下来，然后它就往下面走。对，就像这样，把你引过去，迷途的羔羊啊。然后呢，这地方这样，从这边推它一把，去吧。对，乖乖乖，进去。好的，好的，他们都进去了。现在我们干什么呀？这三个傻瓜都进去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是出不来，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吗？就是没有什么开关可以把他们就锁在那里面，不让他们出来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用啊？哦 ，open， 什么鬼？哦，这边有个闸，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好的啊，这样他们就出不来了。我现在没有手电筒，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恶意。Open， 因为我们现在手无寸铁的，所以我们打他们打的也比较痛苦，时刻就得提防着。现在我是徒有子弹，啊，徒有那啥没有那啥，徒有热情啊没有啊。好的，这样我们就没事了。现在往哪儿走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走的东西，而且能不能给我点武器什么的。哦，这边有个武器堆儿。不知道捡起了什么。哦，捡起了个钢管也不错，总比没有强，对吧？这是什么？大锤子。我先看看我的武器是什么武器。哦，这铁钩我很喜欢的。哎，这边这门是不是可以走的？嘿。哦，小心一点，这万一有敌人呢？我不想跟他撕。哦，亮了，这个只要一亮，是不是敌人就不会？我为什么就往这边走？哦，这边是上去吗？这边也是武器堆，但是我现在感觉我的武器目前还不错，还不错的。上去看看有什么吧。我的手电筒到底怎么了呢？是没了吗？是我那么一摔，手电筒也摔没了。算了，没有就没有，我怕你吗？这个可以玩，但这灯不太好使。Wait, no.Come on, damn it. Work. Work. 我们把他们往哪儿挤呢？哎呦，这个灯简直我醉了。完了，往那边走了。好的，又好使了。去。好的，又挤进去一个。再来，灯快来电，什么破玩意儿？其实我跟他们撕也是没有问题的。快，哎呀，又没电了。滚，进去吧。好的，他们都在这里边了，这时候我用灯来看着这个门口才对。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怎么有没有什么控制的开关啊？可以把这个门给他一巴掌扇下来的。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这是个控制室。好，就在这里，拉，快，速度要快。好的，他们好像都在里边吧，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控制室难道什么也没有吗？这个电视也没有高能，没有高能，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下去了。哎，pick up一个小火绳而已，没什么意义。好的，现在的路已经是打开的了，我们可以安全的下去了。安全吗？我们真的安全了吗？我们真的安全了吗？这边有好多武器堆可以。大战之前必有补给。敲棍，敲棍是说明让我们开门吗？这个里边是什么？这么黑看不见啊。
不管了，有撬棍就不错了。这边有个很亮的东西，也是武器。好吧，走。大战之前，必有补给。话说这可是监狱里啊，这监狱里面的建筑我也是对的。哎，这样可以进去了吗？好的，我们进来了。这里边将会是什么呢？进门了。什么？好黑啊，这什么声音在召唤着我？什么？给了个存档。什么？好的，又回到了这里。这是什么地方呢？好的，这边很亮，这边很亮，走这边。可是这房间怎么……哦，这边有门儿。我那儿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这边可以上楼。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又来了？ Oh shit， 他又来了，怎么办？太黑了，看不见，看不见啊，往哪儿走啊？这么黑怎么走啊？哎呦，不是，我太黑了，我要死在这里了。新的地图，新的地图，新的地图。哎，这两边的那个怎么没了？难道被我们的这个菊花一口带过了？好的，那么这边我们就摆明要直走。不行，不能被他抓住，不能被他抓住。哦，原来我在这边可以下楼。不对啊，下楼不是我们上来的地方吗？这边是什么？看看这边是……哎，哎呀，这个混蛋，说抓就抓，有没有点男士风范啊？滚蛋吧！怎么不抓他，只抓我？好的，这边可以上楼，上去啊，上楼吧。这边有路，这边有路，这边这个走廊很长，好像可以追逐一会儿。但是我感觉刚才过的桥比较好，为什么呢？哦，这个我一定要离边上远一点，这些囚犯真的会抓着人家不放。这边可以上楼，哦，这边有个喷子，好的，喷不到我，喷不到我，菊花来了，这窗来了，这窗离我远点。好的，哦，这边肯定是守这儿，好的，切不到我。切不到我，这个等他再切一下。好的，切不到我，这个跟着过就可以了。好的，切不到我，切不到我，喷吧。好的，一路杀过来了，志冲，你追不到我的，走。什么？这两边的路是对称的还是怎样？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走的是一样的路？怎么回事啊？吓死我了，还好。还有判断队友这个瞬时反应，哦，哦，太好了，过了，啊，他不会坐电梯的，我们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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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好的，恭喜我们终于打过刚才那里了，这里拿个急救包啊，这里有霰弹枪，好的，有武器了，而且现在有子弹，我怕不怕？不是你怕不怕？好的，那么这里有两个天秤 ，Open Inventory， 难道一边放一个硬币吗？显然不是了，有什么可以放的吗？我看看 Small Key Prison Shank， 这里怎么放呢？我们一共拿到了三个物品可以放的，有没有什么提示呢？我们来纵观一下，没有什么提示。左边和右边真的可以放啊？都放在一边，我们一共三个可以放的，按理来说有什么改变吗？我们可以看到啊，看不出来呀，这根本就这边再放一个。哦，这边放不了，只能在这边放是吧？嘿，然后呢？哎，这个有什么寓意吗？难道？我感觉这个门特别高的，哎，拿到个 saving，
那么我们这一批呢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下一批可能就是最后的战争了，也是关系到我们结局的选项。那么我们下一批再见喽，拜拜。